球味儿，可以去油味儿吗？没闻到汽油味，反正是柴油味儿，反正让我特别不舒服。我倒是有一点那种味道，就是玻璃水那种，那个每回一喷玻璃水就那种那个酒精味嘛，反正一股很浓烈的那个味道。前面是一辆上一代的雪铁龙 C4，加固的吗？嗯，它是加固的，都是老房子嘛。没有加固的，它的结构把、那个四周，你看上下两层，前后左右那三面都用那个就是那个铁架子。它这个房子年头像这样的房子，这路边的这种红砖房，估计至少得七八十年了吧。年纪都不小，你看有时候我们去看那种，它经常会上面写着什么18几几年。你很难说它是不是18几几年。19多少年那房都很正常。哟，右边这个是大众的 ID4 的出租车。用纯电出租车运营出租车，油耗成本就抛出掉了。这辆宝马开的好慢哦。限速50，都开这么磨叽的，居然踩刹车了，好像进隧道了。右边那个出去去火车站呢。
红薯是书面语，我们一般把它说成玉壶。这啥意思啊？不，这个车不能走过来吗？为什么这？是，我差一点就执行了，那就过不来了。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啊！前面那个在施工哎，有一个把主干道给封掉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那还必须得回头啊！好久没来，这变得这么那个了，这都在这掉头了，确实在掉头了。那我们怎么去那个超市？就在前面。刚才你看这么多车都仍然继续往里开，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带点安什么。我也不知道。执行右拐，必须得右拐。对，我就说在这右拐。右拐对面河对岸。走到河对岸有一条路。啊，对。可以。咱俩不是走路走过吗？什么时候根本就没走过？我们走路走过呀。没走过。走过。你就在这边就走这一段呢。刚差点直行。对啊。你再倒回来直行。哎。哦，就是。差点开到人家自行车道上，跟着前面这辆车。对啊，那个小车也是要直行的。前面这辆车实际上看着也不像是很熟的样子。不过这个能看到对面，至少两条路是平行的嘛。沿着这个运河，它这个是在那个掉那个河里面。哦，那是把房子拆掉的。天哪，这个施工量看起来都吓人哦！这边，你看是拆房子的，弄几个大，那个机械，工程机械车。像他这都这个运河还特别宽，他也没办法修成那种那个临时的一个通道，什么浮桥之类不可能啊！你只能沿着这条河就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走到能掉头的地方。就前面那个嘛，前面那大桥。那个大桥是高速吧？你又不可能上高速。其实是希望他能在桥上，这个河上，骑自行车的人好多，修个浮桥之类的，就给人走，至少能给人走。但是他这个河上连给人走的桥都没有。待会回程可以不走那条路，直接从前面走，直接上那条快速路之类的。哎，哦，看华润超市已经看到了，已经过了。这次要去他的感觉好麻烦啊。那个桥上面是走铁路的，我就看不到这条桥上面，我就走以前开车从这边走过几次，但是就看不到能有一个那个宽头的一个桥之类的，得绕了好远。哦，好像前面那个是桥了。前面有桥了，好像。哦，在这儿。哼，上面那个桥是那个高速公路。以前我们从这个上面高速公路下来的，从这边然后去了个超市。是在这右拐吧？哎，哦，右拐是那个电厂，还没到。是在这右转，是在这右转。反正七拐八绕的感觉好绕啊！这写着1500米断头，完了，这车怎么过去啊？你可以过去啊。
写的超市，华润超市，但是这逆向的呀，我都看不出来是直行还是右拐呀。应该直行，应该是直行吧。后面有一辆车，看不出来右拐也不可能啊。问题他把这个路给封掉了。我现在是在逆行吗？这不是逆行吧？这不是这条路吗？我担心我是在逆行道上面，那就麻烦了。不是这条路吗？幸亏没车。就是这条路啊。1500米到那个断头路那个地方，他主要他把路给封起来了，你总得让人家往前走吧。我觉得就是提醒你，这个提醒让人莫名其妙。哎，就是提醒。不过刚才那个专门那个中超把那个自己的几个标签都贴在上面，就提醒你。我操呀，这等的真是。后面有车，所以就是可以走。你就是。他就是告诉你就到那儿，然后再往前就是断头路了。那我们就是去中超的。哎，左边这个是一个雷诺的 4S 店，哇，好大呀！这店的规模好大个。哇，这个绕大发了啊！这个把那条路一封，从这个河绕了好多好大一圈。奔驰纯电的，有人，司机位有人。车的长没办法，轴距太长。那你每次说这个车长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、这个、轴距长和你车身没有关系，这轴距2.7米，所以你拐弯的时候你小车的话可以摆直，长车就很难。嗯，